哦，大家好，我先来简介一下这一次小改款的 Fit， 有哪一些改款的重点。其实这次的 Fit 是在原有极佳的动力表现、油耗表现，还有在小车里面可以创造非常大的空间，还有良好的机能性的基础之下的变化点跟调整。那首先是在外形的部分，这是我们在水箱护罩跟前保杆的部分都有做了一个新的造型的处理。好，那你可以发现说，在整个车头的气势上面、格局上面，都比之前来得更加大气，而且比较有个性化的展现。好，那特别是在前保杆下缘原本哈有一个类似像进气孔的造型，我们这也是做了一次往旁边延伸的设计，好，让它看起来更动感、更利落。一样在车尾的后下保杆的部分也做了新的造型的修饰，那跟前面的前保杆的部分会相互呼应。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后保杆的部分后方的后倒车雷达，那这次有做了新的设计处理，让它原本外凸式的造型改成像比较像高级车的那种隐藏式的倒车雷达设计。那最大的重点还是在于装备上面的进化。好，这次我们有长期听取消费者的经验，他们觉得说 Fit 这么好的车子，但是还是有一些缺憾，让他们觉得说有的话会更好的东西。第二是皮椅，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特别是在家庭的消费族群里面，大家都希望说皮椅有比较好清理的特性。好，那但是以往的 Fit 都没有，他们觉得比较可惜。那在这次的话，我们依着消费者的反应，让他追加这个装备上去。那另外的话就是特别是对女性车主来讲，他们都很希望有的 Smart Entry 这种感应钥匙的部分。好，那平常他们可以直接把钥匙丢在包包，也不用捞包包就可以直接开启车门跟启动引擎。好，对他来讲这些相当方便的便利配备。那这次我们也把它反映在新改款的 Fit 上面。那最重要就是以往来讲 Fit 一直是在小车里面的安全装备上面的先驱，但是到一直到上一次为止，我们都还是只是配备到四颗气囊。那现在大家对于安全性的要求有越多的期待，所以我们这也把让它装备完整的六气囊。Fit 正式的装备还有价格会在9月20号的时候进行发表。在经销商的部分的话，可以在9月23号的时候去我们 Honda Cars 的据点，就可以看到实车进行试乘。